间，叶楠又来到小樱花的个人节目啦。现在效果的两个人在合体，真的让小樱停不下来。이거전또비샤니한번봐봐이거나수족관에서봤어수족관비련야야비련야야비련야진짜로웃어하고있는데아진짜아죄송해요아진짜못하겠어两人也回忆到四年前小樱花刚到韩国时，甚至连韩文都不会说，叶楠还会主动用日文和他对话。但没想到现在小樱花已经成为了能用辛拉面来当做辣度为基准的韩国人了呢。现在이제김치찌개가나왔어요얼마나매운지물어보는거예요아이거너무매워보이는데얼마나매워요신라면보다덜매워요우와우와한국이잘됐어이거는많이경험해봐서아는거근데언니도그때몰랐잖아요한국어를아예아예몰랐어이제4년됐지예나가저한테일본어로말을걸렸어한4년전에봤던꾸라언니의모습이랑은상상이초월정도로뭐바뀌어있다最后两个人要比赛谁先能够吃掉鸡蛋，丽娜马上提议说鸡蛋吃好之后会变得很好剥。下面两人疯狂的砸自己的头，没想到鸡蛋却依然纹丝不动。这荒谬的画面真的会让人笑到疯掉。사실이게머리로이렇게하는게그래서처음시작할때근데과감하게하면돼요아빠아빠아빠이거안이안되고있대요아이거진짜안돼요看到女孩们间的互动真的让人好感动，希望下次再找来更多爱之玩的成员一起来玩吧。우라님고생하셨습니다킹받지많이 엽죠? 와, 나가겠습니다.